覧の番組はCR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科比，你卡手足紧嘞！我都快吃饱了，你还没吃哦？你那拢食虾啊？哦，你那一直食虾啊？变酿酒啊？我惊伊还没变酿酒。我在夹虾的时候被认出来。我夹了五十只，科比哦啊！好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梗啊，多吃一点，我的紧张。啊！都认出来，可以亮出来，拿我科比，有几多亮？无啊，我做第一、第二也无太笑我。你是不是无讲戴口罩？有啊，我戴口罩，你问我诶，戴口罩诶。安尼因为有戴口罩对不？嗯。那是因为我没有蹭口罩。哦。我如果蹭口罩，他就认出来了。对。应该是我穿裤子的原因吧？对。对。帮人家剥虾，给你红不要红。莲花籽，快点莲花籽一下，莲花籽一下。我们要把虾吃完，这个是几斤？我给你一九十问的吧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吃鸡？那该吃点。真的吗？你要问我什么？你要讲啊！每次来你都不问我，我没哪里回答。你要问，你问我的。小司机跟工作多久？多久了？我除了小司以外，就是我而已，就这么。我不晓得多久了。你也不知道多久。对啊，没有再算的啦。啊，再来嘞。对，那你觉得公司有什么缺点？缺点还好啦，没什么那个啊。哎，我想想。哎呀，人家还烦你呢，薪水太高，福利太好啊。希望大家可以减薪，那、啊、都加给我。哦，赞同，赞同哈，认同哈。OK OK， 大家都努力一点，我就多一点钱这样。好。阿汉，请问你来多久？比阿哥少一点。我最前面有小司，有阿哥，这人才是我。那你觉得公司还有什么缺点？跟我头头购买拢得记得提起用啊。被你拿去用。对啊，我头头购买拢记得提起用啊。那还有别的？我要再想一下。陈军哥哥，哎 ，Hello， 请问你工作多久？半年。哦，半年了，好快哦。啊，那你觉得公司有什么缺点？公司太小间了，老板应该要盖一个三层楼的，一楼展示，二楼我可以卖车，那三楼就维修啊、美容啊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缺点。对，公司要大间一点。要大间一点。对。小兵，你好，没来多久？对啊，刚来而已，快两个月。你觉得公司有什么缺点？缺点吗？太充实，学到太多东西。还有吗？同事太好了啊！同事太好了，同事太好，太给力。是吗？来多久？然后我来半年了。光读生也算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之后时间到就走了。没有，我不是时间到就走的。那你是时间到就到走不了啊？继续留下来。那你觉得公司有什么缺点？缺点是夏天太热。夏天太热，冬天太冷。对，冬天太冷。给你衣服穿了。对。老板长得太帅了。这种话你都讲得出来。终于，缺点就是，像我们这种爱车的人士啊，来这边做，就是老板一直买车，我们看到都很想买，每台都想要，每台都想要，但是买不起，是买不起还是买不完？也是买不完啊，太多了，一个人毕竟也只能一台车。不啊，你可以一天换开一台，那你有想要买哪一台吗？我想要买 S1 啊。我的那一台没有没有 NA 的就可以了。哦，你现在是来了快一年，快一年了。公司有什么缺点？公司有什么缺点？说，我想。哇，你平常好像不是这样。好讲啊！平常不是这样子啊！平常不是这样子啊！
讲什么东西？老板太帅，我想连开始讲。会计小姐，嗨。来公司多久？两年多。所以搬过来就在这里。那你觉得公司有什么缺点？公司缺点就是女生太少，帅哥不够多。帅哥很多，女生太少。女生太少。那妹妹说来多久？好，来多久？好，一年两个月而已，一年两个月。我叫要那个。不用不用。可是刚已经录很多。什么？来多久？来多久？刚破多，刚破多啊，一年呢？破一年嘛，一年啊。那公司有什么缺点？一样，女生太少啊。女生太少，对。还有呢？啊，厕所很远啊。厕所很远。上厕所要那个要淋雨，还有什么？半山。不行啊，就女生太少是重点啊。我讲一个就好，就女生太少。哎，你来多久？来半年。没有半年啊？有啊，差不多了。还有办公室太小了，办公室太小，办公室太，公司有缺点，办公桌太小了。嗯，找一个没要坐在你大腿上面，一个不够，还有五个，要两个，两个就够了，两个就够了。那还有吗？然后车太多了，嗯，然后厕所太少了，每次都是你在里面大便，是你在大便。来多久了？七个月，这么短吗？对啊，他五月才来。那工资有没有觉得？男生太低，帅哥太少，帅哥太少，女生太少，然后那个厕所太少，就这样子。还有主管在练气，我没有这样讲啊。你来多久了？我来快两年了。一年多，对。就是你有什么缺点？你公司有什么缺点？我的缺点就是那些啊，干，你刚都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行，公司缺点你要讲三个。撑太多了，撑太多了，我受不了。你受不了什么？撑不住。看着都想买，受不了，钱太少了。钱太少。买不起。哦，薪水太少。没有了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最后一个，同事人耐，会让我想起人世间的温暖。你觉得公司有什么缺点吗？还有吃的东西太多，害我都变胖了。吃太好，对不对？吃太好，每天喝星巴克哦，真的是，没有，很过分嘞。大家都讲完了。讲完了，店就可以收一收了，明天不要开了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他说你来公司几年？我来公司几年？这个公司创立几年？我就在这边几年了。等一下，公司有什么缺点？公司有什么缺点？你想要改进的？哇，要改进的东西多了。首先哦，要改进的就是他妈的把泰山那个毒瘤赶出这个公司。假日本人。不会啦，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再怎么丑，都还是自己的小孩，对不对？是。对不对？你看人家小胖吃肉胖，我都要怎样吗？啊，终于那个头脑跟石头一样硬，我有说什么吗？对不对？再怎么样都自己啊！泰山每次都骗我，他在日本，知道吗 ？Working holiday，Working holiday，Working holiday。每次问你什么日本没有聚会的，去那边玩的、啊、都不用讲话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你是不是连在日本都交不到朋友？对，我知道，我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好啦，反正我觉得就反正公司就是这样，让大家开心就好了。对。哦，啊，今年吃那个美孚嘛。嗯。哎，啊，他们觉得今年吃的怎么样？都没有问。都没有。我一个人花2000多块，你什么都没问，都没有问菜好不好，好不好吃？来，一个问。来，小胖问小胖，好吃吗？我还行。虾子好吃吗？我吃很多只啊，吃了200多只耶。没有吃200多只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那你呢？虾子都被我们吃完了。他只要一上，我们就把他吃掉。我跟你讲啊，明年来美孚订，他说：“哎，请问哪个单位小吃系的？”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满了。对啊，现在人跟他20鬼。我跟你讲，我都已经在喝咖啡了。我看到有人还去拿虾子，还去拿生鱼片。嗯，你知道谁？你。我已经喝咖啡了，我看到他还去拿生鱼片，怎样？我刚没吃啊。你刚没吃，不然怎样？刚录影啊。
屁啦，我看他还没煮在肚子好不好？不是啊，刚人很多，所以我们吃送一点。因为你害怕人多的地方，对，你等没有人拿，你才偷偷的过去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不用管人群，你直接过去夹就好，你不用排队，因为你存在感太低了，没有人会发现，对，没有人看到，没有人说你插队。哎，这要讲什么？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还是希望明年泰山还在这边。好，没办法赶走，今天你赶不走，我讲不给你钱，你两天就走了，你少来。哎，两个月问你，太小，太小了。好，来了。我知道你每天照着这单子，我来倒酒。你从最后面开始，要不然你笑最开心。没有，你笑最开心。最后面，最后面最菜，最后面最菜。我跟你讲，越慢叫到名字的越大包。你看这个走向是这样，前面越来越薄啊，前面最薄，后面越来越厚。啊，来，我先来边啊。挂点就过来。哇，所以要走啊，安哥，走了走了。我跟你讲，越后面叫到的越大包了。辛苦啦！蔡志伟，我们公司有这个人吗？有哎，我叫蔡志伟啊。你这梗应该用在我身上才对。那梗应该用在你身上。对啊。怎么？要吃多一点。辛苦了。八。还没有上来。还是你不要，你要那台车。好，我要那台车。OK。还有对下车，对下，他有没有车？有，办公室门口有台蓝色的，走掉了，前面有篮子。自己装的，我装自己装比较多。要不要拿那个牙齿来量一下？牙齿来量一下哦，这讲钱就俗气了。你看，讲厚度就好，讲前后数。我靠，讲几公分？我们讲公分数的啦，讲前就熟记了啦。还没人去拿尺，真的要量哦？量下。要啦，量，我们都是讲重量的啦，拿磅秤，拿磅秤啊。我还讲啦，因为邱哥，我跟你讲啦，拿掉这两包没有请客，说不过去啦。掉掉。哎，这拿尺哦。也还好啊，一公分而已，感觉是一样，一样差不多，差没有多少。啊，陈伟安，哎，叫一下学长，看看哪台车上面睡觉啦，辛苦，要辛苦哈，嗯，啊，发完了，喂，发完了，艺术师傅，感谢你出来啦，哇，辛苦啊，干嘛哇，够需要哇。哎，这无请唱歌是安怎？顶班的啦，讲袂过，真讲袂过。顶班的啦，你丢出来大家看一下，哎，真讲袂过。我出五百，自由五百，谁欠下钱？就自由五百。一次欠下钱啊！哎呀，现场谁最常麻烦小陈？自己举手。我老师，还是你竟然举起丢出来？我还好。那你？再讲一次，我觉得有受到小陈照顾的，对，处理一下。哎，你快耶，你快耶，你出来你洗吗？我你洗哦，我冇骗你。啊！啊！你搞你搞，我这样啊！再放回去。哎，我记得去年阿汉好像拿一万还多少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哦。是不是？有吗？哦，好，来来来。你用 Q 版肯定没吧？对，还有金色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没有拿出来，谁要唱歌？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耶！一二三，大家一起谢谢老板！一二三，谢谢老板！哎，不是，哎，真的那么安静，没有去是？看，那刚刚是谁启动的？哎，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我去，好去哦，我去，好去一个，好，所以阿呆跟志伟两个去嘛，哎，帮他开个小包就好了，两个可以的，小包就可以处理了。对，有人看手表的啦，有在度估的啦，哎，妈这都
这么没干。下午我就说我不去干。对不起，讲很多次了，我不要。周传雄，我不会唱啊。他不会唱，那张宇他不会唱。雨一直下，你们不知道多想。你唱的比较好。看，没有，你就是这样唱的。我是在模仿李耀宗，模仿张宇。哎呀，不要一直拍我了啦！有没有去啦？没有去要解散。没有解散呢，干。阿泰哥不要再拍了，你现在就是想要用那个情绪勒索，然后去唱歌。对对对对，我现在用谁发现的？你想要手上那些情绪勒索，大家去唱歌对不对？是没有去吗？去下。老板可以唱两首就。唱两首什么鬼啊？那我去把我后面那个音箱拿出来就好。对啊，唱两首怎样？好歹也要秀舞完才可以走。小四汽车祝大家新年快乐！